好，这一面金牌让各界呢纷纷送上了祝福，有大批粉丝兴奋尖叫。那像羽球男双林洋配，还有呢艺人唐奇阳、黄秋生大赞林玉婷，说成功保护了女性尊严，她才是最厉害的哈利波特。确定夺金的那一瞬间，全场欢声雷动，挥舞国旗，兴奋到离开地球表面。新北市政府凌晨举办直播派对，林玉婷妈妈以及大批粉丝一同亲眼见证林玉婷晋升世界拳击皇后。请玉婷夺金牌！请玉婷夺金牌！感动的心难以言喻。还有一起参加巴黎奥运的战友们，羽球选手李阳、王麒麟一路看着林玉婷打拼，也在 IG 发文。背负流言蜚语依然做到，真的太感动了。就连刚回台的举重女神郭婞淳也超开心，真的不容易。然后当下就是看到的时候，就是鸡皮疙瘩都起来，然后就是非常替她该开心这样子。力挺最帅气的台湾女儿，演艺圈也有多名艺人发声。艺人黄秋生po文恭喜林玉婷，不单只保护了妈妈，还保护了女性的尊严，并直呼林玉婷才是哈利波特。星座专家唐启阳也大赞金牌到手，太强太帅了。变装皇后尼菲亚则同样佩服林玉婷，展现无畏无惧的皇后精神。部分各界都在恭喜林玉婷，用实力粉碎质疑，最帅女生毋庸置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